嗨，今天教你们一款松软好吃的萝卜纸杯蛋糕。准备300克胡萝卜泥，4个鸡蛋，白糖180克，盐5克，搅拌3分钟。低筋面粉280克，苏打粉和泡打粉各5克，过筛备用。跟萝卜泥倒一起搅拌，加210克色拉油，用裱花袋挤在纸杯里面，扔到烤箱里面烤。上火180，下火180，烤20分钟。我的配方都是毫无保留公布，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就是一本活菜谱。当你不知道吃啥，随时来我这边找灵感。做得不好，仅供参考，谢谢。抖音。